2021年嘅1月7日，咁之前咧有上個星期已經有講過噶啦，就深圳呢只指數咧，即係399001咧，係會升到上大概16000點嘅。咁我講呢一段嘅時候咧，當其時深圳指數應該係做緊大概係14000幾嘅啫 ，OK。咁就當其時仲有我話仲有成1800點嘅升幅，咁而家已經升咗一大段，就接近15356噶啦。咁啊，仲距離呢個16000點咧，仲有600多點。咁啊，大家如果仲係想乘風破浪賺一浸嘅話咧，咁而家咧入市咧都仲係時候嘅。但係到呢只深證成分指數升到靠近16000點咧，大家就要小心少少啦，喺嗰度會有獲利回吐。呢度水位投資日記，咁就提一提醒大家啦。如果覺得大家有用啦，或者係可以幫到大家嘅話咧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啦、轉發啦，咁就同埋多謝大家收睇。